有很多老铁私信我，想看2022款大蒜分拌机的效果，现在给大家实拍一下。今年采用加大的鼓风机，蒜皮蒜芯都吹得很干净，老铁们可以看一下。这是一款分拌分选一体机，机器分出来四个级别，看一下工作的效果。分出来的蒜种不伤蒜，不掉皮，比较干净。2022款全新升级，四轮配套减震系统，工作更加稳定。感觉不错的老铁双。